嗨，大家好，我是威斯利。这里我要介绍跟记录在台湾的国民面食。那这边介绍的是洋风肉燥风味的三分拉面。那说到这个三分拉面呢，在台湾也是存在非常悠久历史的。印象中，大概在我国小，就是1988-89年的时候呢，才第一次哦吃过哦品尝到这样一个三分拉面的东西。好，那三分拉面跟以往我们介绍过这个泡面呢，最大的不同是，这个三分拉面的面条是需要先被煮食过呢，才可以来食用，不像一般的泡面呢，用热水冲泡就可以了。所以我第一次吃到这个三分拉面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蛮神奇的东西，毕竟它是需要被烹煮的。好，那我觉得它的味道呢，我个人也蛮喜欢它的一个肉燥这种香气，那我是觉得还蛮好吃的，所以也是从小吃到现在。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桌面上面呢，这个洋风的这个肉燥三分拉面呢，那它有这个料理图示，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满满的肉燥，那后面这个面条呢，它是用这种非油炸的，需要被烹煮的面条，所以可以看到它跟一般的泡面面条有很大的不同。那旁边还有一些它的一个这个应该是青葱的部分吧 ，OK， 那所以它的这个料理参考呢，在后面上面看起来就觉得蛮好吃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它的一个封面的部分。那这里有说它是不添加防腐剂跟人工色素，那面条是不是油炸面条 ？OK， 好，所以吃起来比较健康一点。那旁边这个有一个猪的图案，然后上面写快煮，然后它的一个这个图片。好，那这个洋风的这样一个封面的版型呢，跟我以前第一次的印象中其实还是有稍微不同，但是我觉得大致上的这个图形的样貌呢都是还算是蛮容易辨别出来的。那这个也是我第一款有吃到的这样的一个三分拉面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相关封面的部分。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侧边的部分 ，OK， 那它有说明它是第一家的拉面的制造厂，成立于1979年 ，OK， 几乎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OK， 所以它真的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那这个的话是四份的包装 ，OK。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侧边的部分。好，那这是它的一个侧边。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后面。好，后面这里的话呢，它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它的一个工厂的地址，可以在桃园市的中壢区。好，那接下来它这边有说明它的一个特色不经油炸，那也比较健康，然后快煮四分钟，所以这个快煮需要四分钟的时间。那高热度蒸法香 Q 爽口，还有一个特制的调味包，所以里面它是有附调味包的。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它的一个相关的barcode，还有它的一个营养标识的部分 ，OK， 我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它也是用英文的方式来说明的。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下面这边的话，有它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烹煮的方法 ，OK， 好，然后还有它的一个看一下，有它的一个品名，还有相关的这个油包啊，还有粉包它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成分，我可以给大家了解。那这边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资讯呢，给让大家看一下。好，这是台湾制造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三分拉面呢，把它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有哪些东西。好，那我们先从侧边这边把包装先拆开来。好，拆开之后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塑胶的这样一个盒子来固定相关拉面的东西。好，那里面就没有东西了。好，那首先可以看到它有这个这样子一个非油炸面条 ，OK， 好，那这个是一共有四块面条，看到它一共有四块，那里面有它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调味粉，这个是调味粉肉燥 ，OK 它是肉燥口味的，那一共有四份，那还有它的一个调味油包，这个调味油包看起来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猪油 ，OK 因为我之前吃这个感觉就是好像猪油味道非常的香，还有它当然还有一些香葱啦。那个在这里面 ，OK， 所以这个是它的调味油，然后跟它的这个调味包。好，那接下来我们去厨房去做一个烹煮的动作。好，这个洋风的这个三分拉面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哈，我们的锅子呢，现在水已经哦煮滚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把我们这个面条呢哈，先把它放进去，好，我们这个锅子里面，好，我们先放好一人份的面条进去，那接下来我们来放一下调味包。好，那首先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哈猪油的这个包呢哈，先把它放进去。好，这是它相关的这个猪油的这个。好，那我水好像有点放有点多，因为其实煮一人份的水好像不需要这么多。好，可以看到猪油的味道呢，非常的香。好，它还有它的一个香蒜的味道。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调味包把它放进去。好，这是调味包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是锅子里面现在目前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那我们等待它的这个煮食。哦，他说大概4分钟的时间。那这时候火呢，其实不需要太大，就是大概这样子火苗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稍微等待一下。好，那我们大概煮食4分钟之后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可以把火关起来，那我们把它去倒到我们的碗里面。好，我们这样子这个肉燥三杯拉面呢就完成了。好，这样就是一碗肉燥的这个三杯拉面。那我们这个洋风的肉燥风味的三杯拉面呢，我们已经烹煮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面条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面条呢，看起来就是蛮白皙的。那这个面条包装纸上面是说它是没有漂白过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它一般原生的这个白面条的颜色。那你看到面条的宽度呢，跟我们平常在吃这个洋葱面的面条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非油炸面条呢，比较可以吃出我们传统在吃的这种一般的白面条它的一个口感会比较相近的。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面条也比较有弹性，跟那个泡面面条呢当然这种口感当然是没有办法比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面条跟汤头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汤呢，因为它是肉燥风味的汤，所以它是属于比较清淡一点的，不会像这种辣味的有加了很多牛油啊或是辣椒油在里面，看起来就很颜色比较重。那这个看起来就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清汤面的感觉。那本身这个味道呢，它吃起来一股非常浓厚的牛油味，跟它的一个应该是香酥油这样一个味道，所以说它的那个香葱油再加上这个牛猪油的话呢，其实整个味道搭配起来，我个人觉得这个从小到大的记忆点呢，就是觉得它这个猪油跟这个香葱油这整个基底呢，然后让我一直觉得如果要吃像这种肉燥的三杯拉面呢，它的味道应该就是要像它这样子。那当然做这种三杯拉面其实还有另外一家，就是五木的。那五木呢，它也有这种肉燥的三杯拉面，那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吃它传统这种肉燥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洋风的跟五木的他们的味道基本上都是偏向于比较相似的。但是我觉得洋风它的味精的味道吃起来感觉没有五木的这个那么明显，我觉得洋风的它的味道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比较习惯一点的。那我觉得因为这也是我从小就吃到大的味道， OK，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洋风的这个肉燥三杯拉面呢，我是觉得还蛮推荐给大家，如果没有吃过这种三杯拉面的朋友呢，可以来尝试看看。好，可以看到它这个白面条呢，看起来是不是捞起来就感觉咬起来应该是非常的有嚼劲的。 OK， 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这是碗里面的相关的这样子汤跟面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这边就为大家介绍这个洋风的肉燥风味的三杯拉面到这边。那我是威斯利，那我们下次见，拜拜。